哪些是静电跟静止相似的地方？就是电力的数学关系式和磁极的磁力数学关系式是很相似的。那 B， 电极跟磁极都可以单独存在，磁极不行。C， 电场跟磁场的强度都可以用力线，好，磁力线、电力线越密都代表强度越强，没错。那电力线它是非封闭曲线，所以他说同为封闭曲线，错，电力线非封闭曲线。一，电力跟磁力都会受到那个介质，都跟周围介质有关，这是对的，正确的。